在彩排的时候，我觉得突然间就更浪漫了十倍，或是最浪漫的 N 次方。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，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。我一听，听没有多少，我说，我不喜欢。八月三十日，星期日晚上9点，敬请锁定公视《音乐万万岁》第4号作品。